跟各位介绍了这个醇类分子的特性，然后呢，怎么去合成一些醇类的分子哈？很幸运的是，绝大部分反应都是我们学过的一些叫做反应哈。如果你很不熟呢，表示那个忘记了我们在双键哈 Alkin 那个章节跟各位介绍过的一些重要反应的，有去看看它，你会对你帮助会比较大哦。接下来是要告诉你说，醇类的这些化合物呢？ 它会参与哪一些重要的化学反应？也就是说，不是拿来制备哦，是把它拿来当做是起始物，拿来往其他的官能基做转化。那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呢？我们先简单看一下醇类分子的结构。这是一个醇类分子哈，当然这个地方它有可能是不是一级醇，这是它的醇类的分子。它可以做哪些事情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我们所学过的，一个醇类的分子。 它如果碰到了一个碳中性，碰到了一个酸性的这个试剂，会做什么事情呢？你以这个结构来看，你认为它会做什么事？这里面你觉得哪一个看起来这个最活泼？氧、氢，对不对？好，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氧跟这个氢是最活泼的？第一个。 这个氧电负度呢是不同于碳跟氢，那碳跟氢碳跟碳电负度都接近，对不对？一个是2.5对2.2，一个是这个其他的氧是3.2，所以只有氧跟碳氢的这电负度差异比较大，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的是氧接到了碳或是氧接到了氢之后，这个键结呢都是一个基芯键，你有机会对它做动作。这个都是要来看它。 我在这个分子如果碰到了一个proton的source，一个质子的这个提供者的时候，这个质子会怎么动作？跑去哪里？这边有谁可以去当一个质子的接受者？有氧。为什么？这边是一个 proton 的这个 ion， 代表什么意思？它是一个氢 ES 轨域，是不带任何电子的，它是一个空轨域，不带任何电子，但是还是一个原子，当然是啊。 它有一个proton的这个原始结构嘛，只是电子被拔走而已嘛。它还有一个这个单纯的proton在里面嘛，这是原因为什么叫proton嘛，对不对？为什么叫质子？因为就是一颗氢原子，电子被拔走了，就剩那个质子在里面。所以这个氢的这个 proton 碰到了氧之后呢，它当然是氧的 lone pair non-bonding lone pair 会抓到这个氢，得到什么呢？这样子的。 一个中间体，为什么叫中间体？它带电荷，一定不稳定，对不对？不容易被纯化出来，它是一个中间体。这个不是全局 state， 不是过渡态，过渡态是抓不到的，过渡态是能量图当中一个高峰而已。好，我如果看到它，下一步呢，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呢、啊？它呢，可以进一步的再去做一些 Xn 的反应哦。为什么？它不就是一个好的电荷吗？ 它不就是一个好的电荷吗？它是不是就会做离去做取代的动作？所以如果呢，你可以摆进来，它是不是就会去做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啊？它也可以去做一的反应啊，没有问题啊，就跟我们提出去 S N 跟E一样，你只要是皆有一个好的电荷，在你的碳中性上面遇到了好的因为 更好的结构就做 S N 反应，遇到一个好的解，配上一个比较 bulky 的结构，地上比较大的结构，我就做 E 的反应，跟以前学的都是一样的事情。OK， 所以这是一个醇类分子可以做这样转换，转换完之后代表什么意思呢？我的 O H 不见了，我从一个 O H 换成了一个生命规范，就是做一个 substitution reaction。酸性下比较容易做哦，为什么？酸性下你会去让这个本来不是一个好氯定固的变成是一个好氯定固。 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好的电固？我要问你这个问题了，这是以前教你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好的电固？什么叫好的电固啊？
我离去之后是不带电荷的，或是能够稳定带电荷的。所以这个离去之后就是一个水分子。你看啊，我的逆反真的进来了，电子离去了，我不就把这个电子填回来吗？它变成水分子，它就是不带电荷的中性分子，很好运作。这个呢 ，OH 是最好运作的，不会是哦，它离去之后是一个 OH 负，是啊，这个海抓伞。海抓伞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离心轨，对不对？不稳定啊，它就抓别人了。OK， 所以这是走一个这个氢波动 source 酸条件之下做这件事情。哎，相对都是碱性的。如果是一个 base 条件，那如果是一个 base 条件之下，你会做什么事情？会做什么事情？像是一个收点拍转，这种条件进来。全部的结构当中，哪个地方 base 是什么？什么叫碱？从最原始的定义，这个 arenus process， 一直到 Lewis acid Lewis base， 前面广义的告诉你 base 的条件，一个是最简单的告诉你什么，溶在水里面出现 O 就叫 base。接下来告诉你说，我能够去这个接受人家的 photon， 这叫 base。第三个是什么？我能够去提供电子叫 base， 对不对？所以我当 base 表示我去接受人家的 photon。表示我要提供我电子给人家，那我有 base 存在，另外就是另外一个酸存在。对这个分子来讲，酸在哪里啊？最酸的地方在哪里？当然是在这个位置上，对不对？当然是在位置上。所以我的 base 如果足够强，强到可以拔走这个氢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东西呢？得到这一个，这叫什么？这叫阿卡甩。这也是我们所学过，它是一个什么 ？Ubiquit 版，我所有的 base， 所以它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动作？去打别人啊，它就可以拿来去做 SN2， 做这个其他的一的反应。有没有学过这个？有啊，什么意思啊？一样吗？收敛没杀死。Sodium hexoxide 不就是这个结构吗？对不对？就是你的甲醇或是乙醇的这个氢被拔走了，就是那个 O 负之后，旁边 metal ion 进来去稳定住它，变成这个盐类的分子。好，所以醇类的分子如果碰到一个强碱，要多强？我们上一章有跟这个教过，一般的 OH 的这个 HPKa 大概是在16到18之间。随着你旁边这个 R 钠电子特性如果越来越强。它就越往 pKa 小的方向走。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苯环，这个剩下十，这剩下十，大概十的时候就可以用 NaOH 来拔。15、18以上，你要用到收电拍转跟收电金属去拔它，拔得动，才拔得动。所以酸碱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概念，酸碱本身一个相对概念。所以要拔得动它，表示什么？我这个 base 一定要比阿卡塞来的强，否则怎么样啊？我一拔完就再拔，拔完又回到这里来。所以酸碱就要去看它的 pKa。OK， 好，第三个，我如果去对它做一个还原的动作 ，reduction 的动作，会得到什么动作啊？把 OH 直接拿掉，拿回到你的这个氢，又或者是呢？我可以对它做氧化的动作 ，oxidation， 氧化的动作，得到什么呢？得到铅。如果它有机会再进一步氧化，会得到什么呢？得到所有的醇类反应就围绕在这四个反应里面去进行。基本上就要这四个反应进行，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反应的过程。你要嘛把这个 OH 当成 living good， 让人家进来打，让人家进来做消除，走上面这个路径。你要嘛把它加一个很强的碱，加一个很强的碱，然后呢把这个 proton 给拔掉 ，deprotonation， 你得到一个 oxide 的分子，这是一个很好运出来，是一个很好的 base， 你可以拿来用。你要嘛把 OH 拿掉，让它直接跟你 CH 上；你要嘛把它氧化，做成铅，做成酸。其中最重要在哪里啊？氧化。
这是最大的反应，好，可以做各式各样关系的这个衍生跟变化。这边呢，可以再做各式各样的反应。所以待会呢，就是这套路径跟各位再介绍情况。所以我们过来看看，既然氧化跟还原这件事情很重要，一般而言，我们怎么去界定一个氧化跟这个还原？我们学过这个化学里面告诉你，有氧化的过程，有还原的过程。什么叫这个氧化？它就是一个电子的失去。什么叫还原？它就是一个电子得到。所以氧化还原是伴随它的。有人丢电子，总有人接电子吧？对不对？你所学过的氧化还原是不是氧化速增加氧化过程？所以氧化速增加，你的电子就给人家了，你的电子就给人家了。好，那我们在有机里面呢，把这个定义呢，再稍微的去衍生一下，再去衍生一下，在有机里面来讲，什么叫做氧化的过程？什么叫做还原的过程？怎么发生的？氧化的过程呢，就是要加了氧化剂。还原的过程呢，要加了还原剂。这个也跟你们一般在高中跟国外所学过的是一样的。什么叫氧化剂？氧化剂表示什么？我要氧化别人，我要氧化别人。所以表示什么？氧化剂本身是被还原的，对，氧化剂本身是被还原的。那什么叫还原剂啊？还原剂指的是我要还原别人，所以我本身是被氧化的，本身是被氧化的。所以以前我们所学过这个很多不同的这个还原的试剂，很多不同还原试剂，对不对？我们看看，我们学过什么这个还原的试剂啊？比如说我们学过什么受精硼海转 LH 用什么来还原 H 负去还原人家，还原人家之后自己本身怎么变化，他把从 H 负变成什么，打上去变成波动算正，本身是氧化的过程，对不对？然后呢，你如果说所学过的最简单还原，在有机里面所学过是什么，氢气去还原，以前我们在双键所学到的，你用氢气进来做还原的时候，你是什么，从氢气H2 是零，对不对？变成什么？我加成上去就是变成正 H 正，它本身是被氧化的，它还原掉了这个双键。所以常论到这里都是一个电子的供给跟给予的问题而已，电子的供给跟给予的问题而已。就在这个角度下来看，不同的有机化合物，它的整个氧化的过程是怎么发生？事实上，有机里面来讲，你每加成上多加上一个氧的键结，碳氧键结就是多加一次的氧化的这个过程哈。我们简单来看哈。如果我们三种不同的结构，一个是 RC 酸，一个是 RCH2， 一个是 RC， 这样子，经过一次氧化过程，把一个氧插进去，这个也是一样，把这个我们把氢写成跟你们的颜色一样，想象成就插进去，这个也是一样，做一次的氧化过程，再把一个氧给引射进去，再一个氧给引射进去，
就得到它，得到它，我把它画成是一个提示，你们有没有看吗？那这个如果在一个氧化的过程呢？得到它。这在一个氧化的过程呢？不会动的。它在什么地方？我有没有多的所谓的阿尔法星的存在？什么所谓多的阿尔法星的存在？阿尔法星的存在还能够去造就一个这个新的碳氧键的出现？为什么？伴随的是什么发生？伴随是一个 dehydrogenation 的过程，去氢化的过程。有没有学过去氢化？懂吗？对不对？生化里面看到过很多 dehydrogenation，dehydrogenation 是告诉你的是什么？去氢酶，那叫什么？氧化去氢酶。所以去氢的过程中，就是在做一个氧化的过程，就做一个氧化的过程。那可以理解吗？为什么去氢过程是一个氧化过程？你想啊，我们在分层中，我们看氢是正一。去氢过程中是哪一个氢离开，这就变成锂，它本身是被分解的，所以这个分子可能是被氧化，这是一个过程。好，到这边来，这个从中间有没有看，一级醇、二级醇跟三级醇，一级醇呢可以氧化成这个醛类的分子，二级醇呢氧化成这个酮类的分子。到这个醛类分子的时候呢，这是一个三级的，这已经是一个 tertiary alcohol， 是没办法再氧化了。这两个分子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做氧化的动作？我们来看看它，还有没有可能呢？它还有一个可能性，它还有一个这个 CH 8还有 alpha 波动，所以呢，以醛类来讲呢，它还有机会。再去做一次氧化的过程，得到 carboxylic acid。以它来讲，它已经不存在有这个阿尔法波，这个阿尔法的波动，它就没有机会再进行这件事情，所以呢，不会再进行反应。然后呢，这边可以得到一个 carboxylic acid。如果你不晓阿米字，将来你要慢慢去熟悉哦，这是你们所学过的说算。对不对？你所学过的醛，你所学过的酮，我是比较喜欢写中，今天给你写中文哦，怕你不会去记它，不去记英文。但这个还是重要的哦。一般在有机的结构当中，我都会放上这个有字部，就放这个有字部哦。所以醛跟酮这个要，将来如果学起来，要把它写错。哎，你没少学过这个字典嘛，对不对？对。我看一下，是写成这样子，你不会把它写成这样，这样差什么地方？你们吃起来甜，对，写成吃起来是甜，它只要符合你这个大方向就算了。这个呢是这个有 test 的那种味道的，还是写成这个你自己的这个话。好，所以中文里面还是有机会哈，不过英文里面都叫 sucrose 或是叫 carbohydrate。它基本上糖跟这些结构都有很大的关系哦，你们都有学过对不对？糖类的结构是来自什么 ？aldoles、aldoles 跟 ketones， 全糖跟酮糖，它的前驱物呢都会跟醇类、醛类跟酸类是有关系的。所以整个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当中，只要你看到很多醇类的分子之后，它的变化性就非常非常的多。你可以拿来做氧化，往醛类走，往酸类走；你可以拿来做这个还原的动作，把醛跟酸。还原回去相对应的醇或是醛，所以千变万化哦，氧化跟还原的反应到目前为止在有机里面还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要去选择性的氧化反应的，选择性的还原反应。好，这是整个这个化学的有机化学的这些反应的这个发展嘛。好，我们从下面开始介绍这些所谓的氧化反应，所谓的这个还原的这些反应呢是怎么进行的哦？一一给你介绍哦。前面这边呢，都还是一些基本的概念，你会知道说，这个
氧化是什么回事，还原是什么回事。然后呢，我要告诉你呢，纯电的分子会进行哪些反应。其中呢，一开始给你算就是重点的，是它的氧化反应哈。Professional apples， 它的纯类的这个氧化反应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试剂，叫做 formic acid reagent。formic acid reagent 哈，这是一个这个很常见，但是近年来比较少用哈。那什么叫 formic acid 啊？这叫 formic acid，H2CrO4。它的制备怎么来的？制备怎么来的？两个方法，一个呢从 sodium dichromate， 对不对？在这个酸条件之下，在酸条件之下跟水的条件。会得到这个分子，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这个 formic acid 的取得哈。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从一个叫这个 formic trioxide 过来的哈。formic 怎么来的呢？它是从这边过来的 formic trioxide， 然后呢，它要去跟这个水在酸性再发生反应。一样会生成这个formic acid， 所以这两个反应条件里面呢，都需要用到硫酸比较酸性的条件去做这个反应的这个合成哈。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样子的这个 formic acid 呢，该怎么用在醇类的这个反应之上？我把这边擦掉了。
推算过来呢，如果我们从这个简单的 cycle example 开始跟各位介绍起，它呢如果碰到的是我这样子讲，碰到了它，它呢会得到这样子的反应产物，就叫一个 comment， 叫一个 comment， 它的中间的反应产物怎么得到的？下句话给你看。过程是怎么做的呢？这边呢，是不是就去自备生成的 Omega S， 生成了它，然后呢，在一个水牛电池下，它呢会是一个平衡，氧呢被photon H。然后呢，你的反应物阿克火会打到这个空面，各原子的这个中心来，各的中心来哦，这个空面的中心来，然后呢会得到这个中间体，环境当中的水做一个不同的 action， 得到这个时候呢。水呢，把酸呢，在 protonation 一次，旁边的氧光灯下来，踢掉一分子的水，会得到到这个后面，然后它，把这边先挂起来哈。画完之后看一下这个结构有什么特别。我们利用一个 chromium trioxide 在酸条件之下 in situ 就是说在反应当中呢直接生成了一个 chromic acid， 这个 chromic acid 呢遇到了 alcohol 之后呢，这个 alcohol 呢会去跟它发生反应，经过了多步骤先化给它这些反应之后呢，它会很重要生成这个所谓的 chromium， 这是一个酯类色酸酯类的这个结构。显然做出它对于这个阿婆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对不对？因为呢，这个结构相对于这个结构已经是不一样的了。哪里不一样啊？你可以告诉我吗？这两个 OH， 这个 OH 哪里不一样？这个 OH 跟这个 O comin， 这个 comin 这个混的结合，这里一整个跟这感觉上是不一样。本来在阿婆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比较非电子的情况，对不对？因为它是 lone pair， 它可以共振过来。
它的推，虽然这边是有一个这个电幅度的差别，可是呢，这个双键这个单幅道管也可以控制下来，所以对车来讲它是一个推电池的状态，就推电池过来。当我把这个 H 换掉，换成是 Chromium 的时候，这 Chromium 是一个金属，这个金属呢，它是有它的过渡的这个 liquid 的，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像 Lewis acid 能够接收电池的状态。所以呢，我放上 Chromium 之后呢，这一整个基环对于这个碳来讲，它是在抢这一段的，应该这样讲，它是在抢整个的这个电池往这个方向过来。这个电池呢，是集中在这里的，电池是集中的。如果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阿光火的这个碳生命中还有一个所谓的阿法氢的存在，对不对？一个碳上接四个键嘛，你只能画出那个氢而已。我有这个阿法氢的存在，我要做一个氧化的过程当中，代表什么意思啊？我要把这个氢跟这个氢拿走，很困难哦，对不对？我要把这个氢跟氢拿走，代表什么意思？我要一个 base 进来，抓着这个氢。这个键打进来之后呢，我要把 OH 键给锯断。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如果放过来给你看，我如果直接要去做一个氧化的动作，要从 OH 来做一个氧化，要做成这样，从 A 口做成 B 口。想象中要怎么做？我是一个 base 进来，抓了这个氢，这个电子搁到氧上面来，这个被锯断，它得到干嘛？踢个什么东西？踢走一个 hydride。我是跟大家讲 ，hydride 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它怎么能这样被踢走呢 ？hydride 不是一个好的 input， 对不对？你唯一能够看到的，我们都要教你一些 hello form 的反应，它是很少见的 ，hydride 会离开的。以及在生物条件之下，你用那什么 NADH、NAD 啊，在做那个辅酶的时候，它是很少数量化学学不来的。它能够在身体里面能够把 hydride 当成是 hydride 的这个功能的 acceptor 去完成生化反应里面的氧化还原，那是人生全做得到，在有机里面非常困难，你非常困难拿一个 hydride 离去当做氧化的条件，它是不容易离去啊，它不说 H 不喜欢带负嘛，跟各位讲对不对？ H 不喜欢带负啊，所以我 H 既然不喜欢带负，我想办法把这个 H 给换掉，换成是一个什么好的 leaving group， 这时候是反应才会进行，所以我整个的动作要做什么？我怎么把我这个氧方面的这个氢呢换成是一个好的 input， 让我这个氢被抓走做了一个 elimination 之后呢，我们踢走这个 input 的过程。所以整个反应怎么做的？我把本来这个过滤区的 H 改成了后面这个基环，过去不要这样画，改后面这个基环，本来这个过滤区的 H， 我把它改成这个基环。那什么样要能够好离去啊？我就去说带电路有稳定存在，要不然什么？这个电路能够提供这个结构能提供额外的 resonance structure， 那叫做稳定存在。那我们来看看，这条件之下呢，当我生成这个中间体之后，反应当中的水扮演的碱的角色，进来抓了这个氢，抓这氢之后呢，这个键呢恢复来给碳氧键，然后呢，这个电子呢。打断回来，电子产生共振，把这个 CR 的这个 CRO 的这个电子都给氧上面去，就等到这个过程。本来呢，这个铬呢是一个右价的铬。到这边呢，这边是一个四价的铬，那么你可以试一下，对不对？所以它被氧化了，这个铬呢，从六价的这个铬呢，被转成四价的铬，就这样做的。好，你把话小再跟你讲一次哦。我后面说的氧化反应遵循的概念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我再跟你讲一次基本的概念，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这种 comic acid reaction 呢，基本上是有机发展里面氧化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哈、哦。到现在呢也很常用，但是常用的是待会我告诉你那个试剂。但是 comic acid 这个试剂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试剂哈，尤其是铬六价，铬六价是有很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所以现在要使用铬酸的这种条件呢，我们都很考虑了，我们都很考虑不喜欢去用它。为什么？你发展出来的方法，将来人家很难用。你在未来的这个生产上，未来的其他的这个制程上面，大家都避免去使用那个太多的这个高价的这个铬哈，铀价的铬是一个很毒的这个废弃物哈。好，我们再看一次哦。我们今天跟你讲的是醇类的反应，第一个告诉你是醇类的氧化反应。那什么叫醇类氧化反应？我要把醇类的这个 OH 结构里面再多做一个 CO 键出来，对不对？也就是什么意思啊？我要把一个醇类的分子里面呢，把阿帕星跟醇的 H 呢同时间再拿走，产生一个新的 CO 键出来，产生这个新的 CO 键出来。那我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啊？这就是氧化过程嘛，多增加一个 CO 键嘛，或是什么，多拿走一次的氢气嘛 ，dehydration 嘛。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告诉我一件什么事？我必须要想办法能够把手心要能够移除 H 负。可是我们知道哦，移除 H 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什么 ？H 负很不稳定啊 ，H 负不稳定，这个你应该很清楚的。为什么很清楚？它是 ES 轨域上面带了两颗满的，而且它的中心是非常的不稳定的。所以 H 负显然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这个结构的，显然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的。好，若是这个条件，这个 H 负的分子呢没办法离去，我们只能想办法把这个 H 负呢改成是一个好的 离离苦，把它拿走。所以我开始想办法了，或者把 OH 键换成是一个 O 离离苦。第一个被开发出来叫做这个 comic acid 的这个试剂哈 ，comic acid 试剂，这个铬酸试剂哈 ，comic acid 试剂呢是一个六价的试剂，这是一个这个六价的试剂，这个这旁边是接了六个电解，它是一个六价的试剂。这六价的试剂呢，碰到了醇类的分子之后呢，会走下面这一套反应，怎么进行的呢？醇的 OH 打到的六价铬的中心，铬中心上面来，打上来之后呢，这个铬一定要反应嘛，对不对？经过了电子的重排，把电子呢供应到这个 O 上面来，形成了第一个中间，这只是做一个 match 的过程而已，把这个本来的 OH 给拿走，得到它。接下来呢，条件中不断的酸化的过程呢，我呢再去进行这个踢掉氢的动作，再去进行踢掉氢的动作。你问我老师啊，这个氢也可以在这里啊，可以踢掉，可以踢掉，可以啊。问题是你得到是一样的东西，懂我意思吗？你如果是氢在这里，我这个氢纵身过来踢到这个地方，是变成什么样？当然是存在了，但是有平衡。可是如果我的氢一部分是平衡，一部分是普通的氢在发过程，发过去上面之后，我一旦共振发生之后，它就踢掉这个 H 负，它就是另外一种分子序列，就得到这个重要的分子，还是六价的分子。经过你的 match， 你会得到很重要的 comic， 这个氧化中间。得到这个 comic 之后呢，代表什么意思啊？我们是把一个不好的 H 负的 leaving group 换成的是一个以铬为中心原子的基宝。这时候呢，它就有可能可以扮演着一个离去的角色。那你怎么知道是一个好离去的角色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铬是一个过渡金属，它的价数呢有很多不同的价数，对不对？它可以很多不同的价数，它价数提升或是价数的下降，代表是什么？我接受电子进来而已。那为什么可以接受多的电子？它是过渡金属啊，它有低能的存在啊。然后这边是六价的、啊，那我如果接受电子，就是变四价，再接受两颗变两价，接受一颗变三价，它有接收电子的能力。好，那为什么我这又变成这件事情？因为就刚刚所看到的，我如果扮演这个 leaving 角色，我的简装的氢电子递回来之后，我是要接收 O 跟 H 之间这个电子的，还有能够接收这个电子才行，对不对？所以当我接收过来之后呢，我的氢被水拔走递过来，这个 comic 整个离去之后，我生成的是这个四价的还原的产品，被还原掉的产品，我的分子从 OH 被氧化成低保，这变成四价产物。这个四价产物呢，还会再继续参与反应，跟水再反应，再继续跟你的多余的 OH 进行这个结合，最后呢，它会得到以三价的铬的方式存在，它是氧化下去哈，才能够比较稳定的存在。
相对比较稳定的存在。所以表示什么？这个试剂非常的强，它会不断的氧化下去，所以一个这个铬酸的试剂做了第一次之后得到这个试剂，这个试剂还有氧化力，它可以被还原成三价再氧化一次别人，所以这个反应性很强哦，高 pH 非常强，对高 pH 的试剂的这个酸氯酸片的使用呢不是很理想，不是很理想哦。先讲到这边，我再往下看，如果你不是一个这个二级的醇类分子，你如果是一个一级的醇类分子，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今天的反应物如果是这样，它是一个基准。这是一个二级醇哦，两个不一样哦。为什么？一级醇接在的这个碳面是只有一个非氢取代剂，二级醇所接的那个碳身面是有两个非氢取代剂的，三级醇接的三个取代剂都是非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往下看，这跟我们学过的一级上级的那面是一样的。往下看，它如果碰到了一样的反应条件。高密这个狭窄，然后呢，在酸性条件之下，它会做什么事呢？变成醇类。好，我们再把它画一次，没有关系。一样的。记得是很课本哦，阿石就直接把这一个就画成他的，中间这一段是没有的，可以自己看一下。得到这个 format， 得到 format 之后呢，完全用这个水抓了氢电子过来，踢掉它，然后呢得到了第一步的氧化产物。我把画这个测过了，现在要不要看哦？这是第一步氧化产物。那下一步就停在这里了吗？不会哦，你现在条件当中呢是酸性条件又有水的，这个 aldehyde 呢，它会出现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是一个 germanium diode， 这就是 germanium diode 的状态，怎么发生的、啊？酸，你们这手是什么？你哪来的？那个证，我从哪里来的？那你就是 chromic acid， 那个硫酸水溶液啊，它当然是一个酸性水溶液里面啊。在这个条件之下呢，你的 proton 就被这个 protonation 了。你的水是不是就有机会再打上来？这就生成这个，这是一个平衡哦，它是平衡哦，它不是不可逆的哦，它是可逆的。酸碱不是可逆过程嘛，它是一个可逆的。那你说老师，那、啊、你这个人不能，这个你这个二级水能做这件事情？当然会，会出现，只是呢这个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啊？当我在碰到了。上面所生成多余的，或是那个剩下的那个过渡态的时候呢，可以再进行一次的 chromate 的生成。再进行一次 chromate 的生成。接下来。水再进来，把走氢，你不就得到缩酸的产物了吗？
写下来跟你讲，我再跟你解释一次两边不一样的地方哈。你如果编写的过程中，你没有在想这件事情的话，你会觉得奇怪哦。它是一个卡布纽吸油double棒的这个结构，在酸条件之下有水，它生成的却没有大油。哎，那个 Keto 也应该会有啊，会，当然会。所以这 Keto 会不会出现？有可能哦，还有可能出现像这样的哦。那它只要出现这样子，你就没有理由说它不会出现这一个。有没有可能会增加？当然有。所以它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这看上面没有其他的氢了。你要把谁提谁，提不动，对不对？你要之所以生成这个时候有用于什么？你这边。如果还有多余的氢，那就有用啊。那这就有很多余的氢吗？除非它可以做一个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到了这一步之后，它就只出现在只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它在这边是平衡而已。它平衡之后怎么样啊？碰到水，可氧不见了，被溃去掉了，萃取掉了之后，就回到最稳定的平衡的状态，就保持下来，就保持下来。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哦。我们画给你看，这是一个酸性下有水的时候，这边是一个平衡。但是呢，这个平衡呢，主要还是会在产物这一端，会得到部分的它。那这个出现平衡存在，主要是它一部分平衡在这里。在全链里面呢，因为我还有阿尔法波动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阿尔法波动在这里。所以呢，当我又进入一个平衡，得到这个 COMA 之后呢？这个阿尔法一被打走、消耗掉之后呢，它就不可逆的往常规方向走过来。当我走到这边来的时候，它就不可逆回来了，就转不回来了，就转不回来了。所以整个反应的控制，我们讲到化学反应里面就两件事情，很重要的反应的这个控制过程当中，讲的就是什么？thermodynamics， 记得吗？这我们在第四章所学的热力学控制跟动力学控制。热力学控制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化学反应在找最稳定的那个产物过程，对不对？动力学控制告诉我们什么？在找最容易发生的反应途径的过程。所以一个考虑的是你的化学平衡能量，一个考虑是什么？反应速率，一个是反应速率。所以如果反应速率很快很快，它就造就了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你不用再平衡了，不用再去找了，它就啪过去就回不来了。所以，如果你照这个反应过程当中来看，我生成了这个卡布纽第一次氧化产物之后，我有机会再平衡，得到一个均平衡 diol 的这个反应物，然后呢，有机会再平衡，再去得到这个 comic acid 的 product 之后，我一旦进行了这个 elimination， 它就会往产物的方向走过来，就不可逆了，它就不可能再回到这边来了，它就得到这个稳定产物就出来了。所以重点在哪里啊？我有没有机会让我这个 alpha photon， 让我这个 alpha photon 被移除？再做一次氧化的过程，这也是原因为什么三级笋，你怎么可能拿三级笋做氧化？如果你是一个三级笋，这是一个 terbutanol， 这是一个三级笋的分子。这个三级笋的分子呢，如果你把它去跟 formic acid 发生反应。会不会发生？你把它两混在一起，当然会啊，那是 OH 的反应天性嘛，反应性嘛。我 OH 碰到了它，一定会生成它，这根本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它一定往这个方向走，这是一个平衡过程，一定往这个方向走。走过来有用吗？没有用，这个碳上没有多余的氢的，没有办法去踢掉这边的这个 GO 的这个 leaving group， 对不对 ？COMA 这个 leaving group， 所以这个反应在这就是平衡而已。当我把这个 GO
quench 掉之后，我加了碱进来之后，碱拿回这里，这滴回来又到它了，又到原厂了。它就没办法进行这个消去的动作，就永远没办法去进行氧化的动作。所以我们要告诉你说，二酸、二三酯就不反应了，当然反应了。我怎么可以告诉你不反应？它有 OH 的，没有说这件事情，只是它做到第四后没有下一步，就停在这里了，死路追回去，又回去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在控制氧化，以铬酸来讲的控制氧化的过程，因为很大的缺点，铬酸很酸，铬酸很毒。第一条件克服的是，以整个反应条件策略的发展来讲，第一个是要克服铬酸的反应性太强，它出现很多的副反应，很多副反应，你可以想象得到哦，副反应以你所学过的很有限的有机化学来去讨论它，很酸条件要做什么事情啊？你目前还没学过其他关键器，对不对？但是条件会受影响，不饱和键就会受影响，对不对？你有学过吗？这个反应中又有水又有酸，遇到 double bond， 遇到 triple bond， 做什么事？马上做一个打开双键或三键的反应，把 H2O 给加成上去做海锥群。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它会影响到你的一些化学结构。然后呢，这个反应由于是从6价跑成4价，4价会怎样转变成3价，所以它反应性非常强，它会做很多这个 overstation 的过程。所以你要怎么去控制它的反应性变得比较弱，这待会要告诉你的事情，告诉你怎么去演进到现在现行最常使用的氧化试剂。好，待会再告诉你这件事情。这是很两难的地方，因为齁，这个我们的时间比较少，所以我说我把机制跟你讲，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可是不跟你讲，你会觉得叫你背东西，所以我就要取舍了。那如果你觉得哪里有问题，你要问我哦。我们讲了机制之后呢，要讲一个问题哦。我们跟大家介绍过，氢这个 protonation 跟 deprotonation 的过程是一个平衡。反应条件当中，如果我有酸碱平衡存在，我有碱平衡存在，我都会有酸碱平衡的存在，只是这个酸碱平衡能不能诱发下一步的发生，能不能诱发下一步的发生？如果这个酸碱的反应，这个平衡存在的时候，是可以诱发下一步发生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我的反应路径中的一环。如果它没有发生的时候，或是说它的发生并不影响我最后结果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不会挂它保护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觉得大家有机里面真是很奇怪，这个水呢，有时候又当酸，有时候当碱。我们跟各位讲过，当酸或当碱是相对问题。当你遇到一个比你强的碱的时候，我就要扮演酸的角色。如果我先遇到一个这个比我弱的碱的时候，我当然扮演碱的角色，我就去抓人家的心了。所以水变成是一个很两性的这个分子。老实跟你讲，你当你真的在操作一些实验的时候，很少用水，因为水往往会引起很多副反应。但是在大二里面，人说使用这些条件里面呢，常常反应当中都含有水的条件，因为我们都不讨论选择性的问题。所以有水实际上是可以进行的，这是一个绿色这个发展的过程，在早期发展这些有机反应的时候，很多都有水的条件，因为很难，你也很难去把水的做得很干净，水都扮演角色在里面。然后呢，我们开始这个比较现代化的有机化学出来之后呢，大家开始很讲究这个储水储氧啊，有机溶剂啊，什么条件做得越干净越好，越这个没有水条件越好。最近的2000年之后呢，有一个很热门的题目就开始去做，怎么在水里面发生反应。为什么呢？这叫 green chemistry， 绿色化学。水呢是最多而且最无害的溶剂，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追求怎么在水里面做事情。为什么？总比产生一堆有机溶剂好。所以如果反应在有机项里面做，大家会倾向去往有机项里面、水项里面去发生反应。但是水项的条件是什么？跟各位讲，你的反应当中，水随时可以提供这个波动之外，它随时可以去抓一下波动，你就很难控制啊。对不对？你把设计说 A 要当作是一个 proton source 直指的攻击者，结果呢，反应中你用水，在你发生反应之前，水就提供直接给人家了，你根本控制不了它。我设定说我的 B 要当 base 用，结果呢，我的水在某些条件下，它要直接当碱用，就先抢一步进去把人家的氢，就发生了副反应去了。所以是条件。好，回过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刚跟各位讲了 ，aldehyde 碰到酸跟水条件之下，这个酸水哪里来的？从三条件就是了，我要是那个 COVID S， 就是有酸有水。这条件之下呢，无论你喜不喜欢它，它都出现这样的平衡存在。怎么发生的？我的 OH 在这里，对，这是一个 aldehyde 的结构，碰到一个有酸的条件，什么有酸条件？有酸有水，就会出现一个 H3O 正的这个 reactive 的这个 ion， 对不对？
我的羊啊，三条冬天呢就会主动去抓它，抓它之后就生成这样子的一个中间体。不是喜不喜欢，它就会出现。如果这个反应呢不影响你最后的大局，没事。可是呢，如果它会参与中间的反应，那你就要小心去看它了。好，当我被指指化之后，我这个羊为什么能够稳定生存？为什么这个指指化这个条件可以存在？为什么喜欢去抓这个水？喜欢去抓这个波头？是因为呢，我会出现这个工程师啊。当我抓完这个栓之后，我这个太阳键是可以断掉，把这个电子呢归给这个缺电子的羊，我就得到这一个工程师。所以自然这个过程是会发生的，而且占比例不会太低。好，如果这件事情是你可以接受的，你就很清楚知道一点哦，这个 CO double bond 的碳是具有 positive 的性质的，具有碳阳离子的特性的，所以我水这时候又扮演着一个 nuclear 的角色，都打上碳了。你说老师，那水怎么那么麻烦？什么角色都会扮演？很简单，水是溶剂，它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它没事做就会做这个事情，它会参与反应的发生过程。当我水打上来之后，我不做生成的它了。所以理论上，你具有这一种卡波尼奥的这个结构、C O 的结构，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件事情。只是呢，在 L D 里面，我还有阿巴波头，所以我往后去做之后呢，会得到这个酸条件。如果不是，如果在 P 同条件之下，我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得到它，问题是没有下一步啊。没有下一步怎么办？我把反应给萃取掉之后，把这个后面给移去掉之后，它不就回到 O H O？ O H O 不稳定嘛，它就回到这个边来了。反正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这是一个酸碱的过程哦。然后你要看我画片，我要画箭头的时候，请你要记得看哦。基本上我要求自己的哈，不会要求你啊。这个要求自己，我希望真的画得清楚一点。我这箭头我会尽量画。这个双箭水打进来之后，这个双箭呢是会被经过电子的重排嘛？重排到什么地方？这边是亚碎圈电子的，所以呢这个电子会还给氧，让氧变成什么？这反而是一对单电子，一对单方电工配而已。我的水进来之后呢，这边电子又放给氧，氧就变成是什么？氧就变成在这边，又是两对，那么电容对了，就不带电荷，所以不会发生这个水打进来之后，这个电子一踢过来就把这个氢给踢走。你要再把它给踢走的话，那就奇怪了，它变缺电子状态，它变缺电子状态。你听懂我意思吗？所以水进来为什么这驱动力会很强？因为我水进来的发生过程当中，会让这个分子变成不带电荷，会让这个分子变成不带电荷，这是一个驱动力。我让我的分子呢是往不带电荷的方向去进行，不带电荷方向去进行。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讨论它的这个过程哦。我会想办法，比如说待会儿告诉你一些条件，那条件我觉得我没办法跟你讲机制，那因为太多了，我怕你会太困扰，所以呢，我会告诉你这个反应下来会做到什么事情，但是那些部分我就不会考虑机制，但是你还是要知道，你还是要知道它哈。这个条件是对氧化的动作。好，我们再往下继续去推哈。我们刚跟各位介绍过了，一级、二级、三级的水，一级、二级水可以被 COMIC ICING 所氧化，生成相对应的醛跟铜。以醛条件来看呢，你会得到 CHEMINO DIO， 所以呢 CHEMINO DIO 再做一次。什么叫 CHEMINO DIO 啊？指的是两个 OH 在同一个碳上面，这个 CHEMINO DIO。那如果呢是铜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这个阿法氢的存在，所以呢它是不会再做一次这个氧化的过程，停在铜。那如果你是一个三级水呢，这三级水做完了这个 COMAC 之后呢，没有阿法氢存在，它根本连第一次氧化都不会进行。好，我们刚讲的 COMIC ICING reaction 很强，因为它用到的是很强的酸跟这个水哈，硫酸、铬酸在反应当中，所以呢它变得是非常强烈的条件，很容易去跟结构里面其他，比如像双键、三键这种饱和键，还有其他的关键基因会产生副反应。那有没有什么比较温和的条件？以 COMIC ICING reaction 这个角度来看，有没有什么叫温和的条件呢？有，第一个呢，我们叫做 Jones reaction。基本上呢，这个 Jones reaction 呢，它跟 COMIC ICING 很像哦，这个地方不一样。这个 COMIC ICING 呢，它呢，
是在稀释过的硫酸水溶液里面，然后呢，它去加它的反应物，这个反应物呢 ，alcohol 呢，是在阿塞痛丙酮的容器当中，所以这之前我们讲到 formic acid 传统的反应是什么？是用水当溶剂去做它的，在这边呢，我们是反应物呢是在丙酮里面，你的试剂呢是在水溶液里面。丙酮，哎，这有什么好处啊？当我进行反应的时候呢，没有问题，我还是剩 comac， 我还是往下去做反应。可是呢，你所生成的方式在做，用溶解跟不溶解的方式在控制你的这个反应条件，这叫中水溶菌。但中水溶菌还是有点强哦，还是有点强哦。好，所以它会去 minimize。它可以去这个。去避免哦，尽量去避免这个过氧化的这个条件的过程哦。它可以用在一级醇、往 carboxylic acid， 哦，这本来就是 formic acid 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呢，反应条件比较温和。二级醇呢，往 ketone 的方向去进行，哦，这都是本来就可以做，是比较温和一点，比较温和一点哦。这是第一个，利用 Josh reaction 来做它，第二个是溶解度不同，溶剂两种不同的溶剂哈。的控制方式。第二个叫做 Collins reaction， 叫 Collins reaction 啊。他当时候呢，为了去避免这个酸性过强的这个条件，所以呢，他选择使用了这叫 gridding， 这叫 gridding， 这叫 gridding。选择使用 purity 呢，去跟这个 Coleman triacide 进行反应，然后呢生成一个试驾的这个准备要来进行这个 commit 的这个氧化的过程哈。准备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为了让它存留在一个比较这个碱性条件、中性条件。要让它留在一个中性、接近碱性、碱性到中性的这个条件当中，而不再是一个很酸的条件来进行反应。所以要利用一个碱，这是一个 base。直接去跟这个甩阿塞，然后跟他生成这个事情，那一样就可以往后去做刚刚一样的事情，做跟阿口生成 Coleman 往后做后面该做的所有事情，只是呢，这时候条件会在一个比较中性条件下去进行，而不在一个酸性下进行。可是呢，这个想法是很好，这个想法很好，可是呢，这个化物的制备哈。相当困难哈，因为它很容易潮起，一潮哈。而且容易爆炸。所以这个试剂呢，并不是在讲爆炸哈，应该讲可玩哦。
写可燃，应该讲可燃比较，一层这个一槽写可燃哈。是它的反应出来的这个事情有相当危险哦，所以这个使用呢，没有那么方便使用，而且它要现做现用，它必须要现做现用哦，它不能够这个保存哦，它做的时候马上要用，现做现用。然后呢，它还是一个离子性的分子哈，这个理论上呢，在这个有机相里面呢，使用上呢也不是那么的这个方便，它当然是可以。这个慢慢的去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呢，在这步为止还没有办法。第三个就是现行的最常所使用的这个 PCC 这氧化试剂，这 PCC 的试剂呢，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Cretium 这个 Chlorochromate。所以想象得到哦，它是从 Cobalt reagent 变形过来的，变形过来的。它想解决什么事情？中性条件。它希望它是相对稳定、可保存。然后呢，适用于有机溶剂。消有机溶剂，所以呢，它是怎么做的呢？一样，过程中是利用一个 Cobalt trioxide 加上了 Purity 加上了 Hydrogen Chloride 加上 Hydrogen Chloride， 然后呢，本来在 Cobalt reaction 里面得到的是什么？这个氮呢，直接打到这个铜铝上面来。现在这边不是哈，这个 purity 的角色呢，是扮演着一个 germanium ion 的角色。然后呢，跟这个 chlorochromate 抓在一起，所以呢，基本上它整个是一个。像是 organic salt， 像是一个 salt 的这个试剂，好，先把它写下来跟你讲哈。这个试剂哈是很重要的一个氧化试剂，它呢基本上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哈 ，Comian 的这个试剂现在已经很少在用了，很少在用了。可是呢 ，PCC 呢，我想每个杂错合成的实验室都还是有。当你遇到那个很难氧化的东西，或什么时候，你还是想去试试看它。然后呢，它是可以保存的哦，所以买来你是可以买，你可以买到这个直接做好一罐一罐的 PCC 可以使用，可以使用哈、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哈、哦，很重要发展的过程。然后呢，我们从前面再看过来，无论是你的 Comic Acid、Comic Trioxide， 去从那个 Comic Trioxide 去做成 Comic Acid， 还是用 Junction Reagent， 利用这个两种不同溶剂产生溶解度的差，控制氧化条件。或者利用 Cobalt reaction 来讲，这几种条件都很难进行当量控制，都很难进行当量控制。什么意思啊？我制备的时候都是过量，过量再制备它，因为是平衡，不是指过量再制备它的。然后用的是直接使用，都是一体的。到 PCC 之后呢，你用的是一个 Cobalt trioxide 加入 purity 加入 hydrogen chloride 之后，反应之后沉淀下来变成这个盐类，盐类收起来拿来使用。这个盐类的结构是清楚的，就是一个分子的配合。所以呢，你可以进行称重，所以它是一个当量型的试剂，你可以很好的控制当量。我要给它一当量就是一当量，不要给它多当量。现在这两种都是什么？你要在反应容器里面去生成，生成完之后马上使用，它也不能够保存，当量也很难控制。你不能说老师我知道啊，我就像一当量对一当量啊，你是一种对一当量对一当量，所以你生成你要长，所以通常你都会怎么样？加过量，你都会加过量，让它在反应当中。可是你加过量反应过程当中呢，它一直会往反应方向走，所以你的当量数就变得比较难控制。哦，所以 PCC 的条件的出现呢，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过程。
你可以是有一个固体的试剂，可以控制当量，可以在容器地下使用，而且呢是中心条件下操作的。所以这是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哦。所以如果呢你是用一个这个 BCC 的这个条件呢，简单讲，如果有一个例子出来，那你去讲这件事情。如果呢，假设说我有一个分子，我如果呢使用传统的弱酸的条件，那是当然就是要在弱酸水溶液里面去运行。这时候呢，你的 double bond 氧化会发生啊，当然会发生。但是呢，你的 double bond 呢，也有可能会被影响到。你如果不想让它都被影响到，或是不想让过氧这个过氧发生，这个过氧啊 oxidation 的发生的话呢，你可以强制使用这个胶水 reagent， 强制使用它。这个时候呢，你会使用跟 Coming Trioxide 先发生一次的反应，可以在中性的电解液中可是这个水源的能自备，或者更进一步的可以用这个 Coming Trioxide Purity 跟 HCl 三个混在一起之后得到它的盐类相对应的盐类，它是一个那个固体的方式，粉末的方式存在，你可以控制这样的发生，控制它的发生。 好，这是一个我们在讲到这个 Coming Acid Reaction Type 的这个氧化过程哦。不过重点呢还在前面，你还是要知道这个反应是怎么发生的哦。除了这个 Coming Acid Type 的氧化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氧化反应可以使用拿来做这个氧化的这个动作哦？一般来讲呢，还有这个用这个漂白水去进行一些氧化的条件，进氧化的条件哦。去做氧化的过程，利用的呢是这个 NaOCl， 所谓的 sodium hypochloride。
在小限之下呢，它会形成这个cholic acid 这个hypocholic acid 啊，就叫次氯酸，叫次氯酸。那生成它之后呢，这是一个非常性质，对不对？所以呢，你的醇类呢就会被这个 automation。然后呢，就得到它。得到它之后呢，这边的 proton， alpha proton， 踢掉一分子的 chloride 之后，生成它。这是它的氧化过程，家用漂白水就是这么做氧化的，就这么氧化，就是这么多氧化的。都讲到这里，我们就把 chloride 的一些名称给你讲一下，不然你这样子。最常见的叫 CO2， 对不对？然后呢 ，OCO2， 然后呢 ，OCO2 2，OCO3 2，OCO4 2，是吧？这是它的含氯的这一些不同的氧化价数的这个分子啊，这个是负一价的氯，对不对？那这个呢是正一价的，这个呢是正三价的，正五价的，正七价的氯。正气价而已，它名字分别叫什么？这个应该都知道嘛，就叫 chloride。这个叫做，我们后面开始给你讲。这个正五价的叫做 chloride， 这个叫做 perchloride， 这你用过吗？过，对不对？我们以前学过这个碳酸钯酸，就是过氧化氢，这个氯是过的意思。然后呢，我这边少了一个价数之后呢，叫做 chloride， 这个呢都在多少？就叫 hyper chloride。哦，参考参考，名词就是这么多。好，所以基本上这些是牵涉到它的这个化学名称的部分哈。反应是这么进行的，反应是这么进行。这是一个 hospiration 的这个反应去做它的时候，你可以这个这么样操作去进行。这个氧化的过程哈，好，第三个，那个简单的氧化的发生哈。过锰酸钾哈，或是硝酸这类型的强氧化剂，这氧化剂呢可以拿来做这个氧化条件的氧化的发生啊哈。可是呢，它们是非常强哦。尤其在什么地方啊？位置选择性上，很难去控制它。比如说，是这样的化合物，如果要运行氧化的时候，你若使用的是过锰酸钾，或者使用的是 nitric acid 啊，硝酸，这时候呢，无论你旁边放的是什么取代剂，它通通把你的取代剂呢做成是酸的。把你放取代剂全部改成是酸的。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条件，而且呢，它会造成碳碳键的断裂。无论你放什么，再多放几个碳都一样，它全部都是在最接近你的这个本王位置，你开始做氧化的动作了。哪一个？这个长什么样子？啊？什么意思？哦，那是一个键。那是一个键。我打开是一个。我也是一只五号。我打开这个键，这是一个命令部，对不对？记不记得命令部吗？所以 OCL 不单单就是把打进来脱掉水，然后把这个接上去，把这个上去的过程。把这些画完，然后呢，我要给你画一个比较复杂的氧化条件，是你所学到的第一个人民反应哈，你所学到的第一个人民反应。所以会发现，就算是这个 house switch， 这个也是跟前面一样，我们把 OH 被这个置换掉之后，你一样是要生成一个 CO 单胞棒，对不对？只是呢，这时候你 CO 单胞旁边要生成踢掉的是一个聚 CO2， 不是 H2 的，它是要好踢掉的。而且这个氧呢，不是本来 OH 这边的氧，而是来自这个 hypochlorite 这边的氧，已经不是原来 OH 的氧。所以一般在我们在做这些条件的时候，我们要讨论反应机制会怎么做啊？去标记啊，把它做一些同位素标记，你就知道说这个氧是来自哪里的，是来自哪一个 species， 还是原来是你的氧，去做这个动作。你慢慢抄哦。我大概下个礼拜开始，我会开始给你们一些题目，就我们之前的章节的题目，就是第 alkyne alcohol， 然后reactions of alcohols， 然后到 ether， 我会给你们一些题目哈，然后。我大概没有办法像之前给你们一个什么模拟考，大概没时间了。但是呢，我会给你们一个，以前我给你们考，上次给你们考卷嘛，叫你们去写一写嘛，对不对？其实哈，你们上一次怎么讲呢？这个我有啦，没有，我给你，你有在课堂上写的，叫你调去写的，没有，没有的，你有在课堂上写的，都没有，没有办法，还是我是在。真的没时间，好，没关系，我错了。我会把给你们一些简单的题目，然后我们会想办法在每节课的一开始，或者是说你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可以把讲一两题，就是我觉得比较难的、比较重要的题目，给你讲一两题。那基本上哦，你们真的要去练习，因为上这个课重点是要让你们练习知道要考什么，所以我基本上题目都从那个。题目出来，给你勾的题目已经出来了，基本上连换都没有换。还有什么讲义里面出来的，就是我上过的笔记里面出来的。所以其实出的是有点内疚，因为都没有考一些比较有活用的，这是确定的。有些有活用的比较能够对，但是哈、哦，基本上哈、哦，你有念，然后有做题目，一定会没有问题。只是说你一定要去做，因为重点是你要练习过，你要知道说我要给你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事实上考试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考你额外的东西，不然基本上是应该要有至少一两题是比较活用的，要你要想一下的。基本上题目书我自己看都觉得说是不是你有做就有，事实上你们两次同学都有同学拿到积极满分，期中期末都有同学拿到积极满分，所以有一次有人满分，第二次是好像第二次出110还是115吧，有同学拿到100，然后差一两分，110。我同学拿很高，印象中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们要练习，你有问题一定要随时来问我。好，那我会想尽办法哈、哦，这个找另外时间，如果到时候真的需要，我会找另外时间再给你们讲题目。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给你们讲题目哈。好，我们要把这个前面的资料扣下来哈、哦。我要跟你讲一个你们在大二里面呢所学到的第一个人民反应哈、哦，这个是一个氧化的反应。我们刚前面所讲到的这氧化条件呢，基本上都是蛮强的哈、哦，都是蛮强的，很难控制你的醇跑到这个留在醛的位置。我再告诉你一个很好的反应的方式哈、哦，是能够把一级醇留在这个醛的 D
第一次氧化产物，而不会往下去进行这个氧化的这个过程哦。它叫做 swarm stage， 叫 swarm stage， 这是一个人民反应。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有机化学里面有一本书叫 NMBH， 那本书其实里面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些人收编会收编一些，但是有一些是大家公认是经典的人民反应哦。基本上我们一个组织叫 IUPAC， 是世界的应用纯化化学会哦。它会有一些 NMBH 会收入进去。那以我们做有机的人来讲，当然希望有一天你的名字是会放在上面的，因为你发展的这个反应呢，它是必须有实用性、有广度的。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做出来的反应呢，基本上都要能够让绝大部分例子都能够做。你不能够说我发明一个反应出来，结果就只有几个例子没用，或是说你的反应呢只是一个简单的变形。你最好呢是要能够发展出一个全新的反应，而且是人家做不到的反应。就算我们会看哦，有谁名字常在上面出现？到目前为止的大家不简单，没有几个一直在上面出现。我们到这个后面会学到一个叫 Wittig reaction， Wittig 大概出现在那边好几次，至少两三个。Wittig reaction 等等的。Swarm 呢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化学反应哈。另外有一个还存在是这个叫 Chapiris， Chapiris 是我以前的指导教授的指导教授。PhD Postdoc Advisor 哈，这是在这个 Scripps 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哈 ，Sharpness。Sharpness 呢，它有三个人民反应在那个内部学上，分别是 Digestation 呢、Deposition 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小反应也有，还有 Symmetry 的这个反应哈，不对称的反应。所以人民反应放上去呢，相当不容易，它要经过很多年的验证。你的反应是有广度的，而且是很多人要用的，不是说你们自己做得很开心的，是还要不同的这个领域的人，或是说他要使用性不一样，有的要拿来做材料，有的要拿来做药，有的要拿来做不同的这个 study material， 大家都要用这种才行哈。这是一个人民反应的部分哦。好 ，swarm station 呢，它是一个很温和的条件哈。一级醇呢变成是 aldehyde， 让二级醇呢变成是 ketone。 反应条件怎么做的呢？我们再看看它哦。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用 ethanol 来当例子。以一个乙醇，它呢，如果呢是利用了这个 DMSO。当试剂和 DMSO 的全名叫 dimethyl sulfoxide， 我们就 sulfoxide 加上个 ozalio chloride， 在 triacylamine 当碱的条件下，这是一个 base 条件之下，它呢能够把这个所谓的分子呢仅做一次的氧化动作，不知道差多大的过程。我们开始出现一些碱，我们刚讲到两个碱，第一个呢叫 pyridine， 这边呢跟你讲的 triacylamine， 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有机碱。好，我都会把它简写为 TTA， triacylamine 长什么样子呢？长这样。它们为什么是碱呢？因为呢，它们都有一对同位，那么同位，这个是相当同位。
这可以知道了，对不对？因为一个蛋它是五 A 组，所以它接了三个键结出去之后，另外有一对它没反应掉的 ，OK。这个配合呢就可以拿来去跟氢板抓氢。这个也一样，它是比较复杂，好、哦，这个是芳香烛化合物。那它为什么是碱？然后相对应的这个碳数不同，你得到电负有不同。不是说每个蛋上面带的两个电子都是碱，没有这样子。好、哦，那什么时候怎么会区分呢？我们到了十六章会给你介绍，到了这个 aromatic 的时候会给你介绍。你要怎么判断这个碱？是一个蛋是不是碱的，有特性存在。另外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个酸酸是一个很好，是一个比较好的碱啊？我们跟大家讲过啊，碱是一个你在说 rich species， 它同时也能是一个好的 nutrient 板。当我的蛋上面带了碱之后，这个呢，它有不同的向性去抓 photon。可是呢，我旁边呢是放了三个大大的金粉，所以呢，它会造成一个力障在旁边笼罩住，所以呢，它要去进攻你的所含的因子高度，所以呢，它是一个 good base， 但是是一个过滤会板，这个过滤会板，这是一个常用的碱，然后给了那个机箱里面，单个机在有机溶剂里面使用，所以。我们在有机溶剂里面使用到的时候，我们不会再拿 NaOH 来用了。NaOH 不太容易这个影响的，它容易在水里面，只在水里面而已。OK， 好，好，所以这是一个碱的角色。跟你介绍一下什么叫碱。最常用的就是 transamine， 还有 pyridine。OK， 我们下看。当我看到这样子的一套刺激下的时候，头都快昏了。DMSO， 我在用 chloride transamine 同时出现。它怎么去影响到这个阿珀生成一个全链的分子？所以我们观察一下，我怎么去进行一个氧化的动作？一样啊，我必须呢，把我碳旁边的氢跟波旁边的氢给拿走嘛。我拿走之后才能生成那个 LD 台。所以 overall 整个过程在做什么事情啊？我一样是用活化 OH 旁边的 OH 键，把它换成是一个好的电离度，让它离开，做一样的事情。我们一样是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你再看看啊，这 DMSO 呢，在生物系统里面你们常听到，它是拿来动菌、动一些细胞的时候会加进去的。哦、比如说加了10%、20%呢，可以把细胞冻在液氮里面，因为它是这个很好的这个抗冻、这个混在细胞或是保存生物样品的这个混用的试剂哈，它对细胞毒性也比较低一点。但是呢，在化学里面呢，它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试剂，为什么？它的沸点非常的高哈，沸点非常的高，所以你一旦使用它之后都很难移除。你可以想象得到哦，我如果拿它那个容器，它很好用的容器哦，它什么都容，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什么都容。它做化学反应最怕是看到它不容，不容怎么做反应？所以大家弄到没办法做这种，只好把它搬出来用。可是，一搬出来用，大家头就大了。你反应做好了都可以做的，拿不掉它。你如果把它当容器，它是大量的，那拿不掉它，那该怎么办？但这边它是当做试剂，不是当溶剂，它使用的是当量，不会是当溶剂的时候随便用的是一大，就是当溶就是很大量在使用它，这边只用当试这个试剂使用哈。DMSO 呢，它有一个共振的存在，这是 DMSO 的共振式，怎么发生的？我的有一氧键跑到了氧分面来。有的电负2.6，氧电负3.2，所以呢，这个共振是会存在的，代表什么意思啊？电负存在的时候呢，我的氧是倾向于带负电，我的硫倾向于带正电。注意哦，因为我是倾向，我没有告诉你氧是带负电，有带正电，我是告诉你倾向于带负电，倾向带正电，代表什么意思？需要的时候，它会义不容辞的出来去打，但是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它是可以保存在一个中性状态使用。OK， 好，如果是这样条件之下，我的 DMSO 呢？如果遇到了另外一个很好的延续法，谁呢？就是他们看到的这一个，我在用 chloride 这试剂的时候，这个试剂有什么特色啊？这个卡波尼旁边带的 chloride， 这个 chloride 是一个很容易离去的离去剂，对不对？我们去过这件事情嘛。卡波尼呢，又是什么？一个共振式存在，这样试剂也会跑到上面去，这样是缺正电、缺电荷的，这是多电荷的。对吧？不要动。你会可以理解吗？就是比较
缺电荷，这边对，上面是比较多电荷的，加上旁边这个氯呢又是电负度高的，所以呢这个碳是很容易被打的，这个碳也一样，很容易被打的，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解手法。然后呢，我的这个 BSO 呢就会利用它有电荷的这个氧的部分呢打上来，打上来之后呢，电子重排到这个氧的上面。理论上我是应该一个吧，我再多画一个，再多画一个吗？因为这其实不会分布的。然后呢，这个反打回来踢掉这个氯芯，它是一个好的氯芯嘛？这我们哪里学过啊？我们在硅镓学过这件事情，对不对？我如果是一个抛硅方晶体聚集的时候，我的氯化钙打上来，氧带的负电之后，它不会有定存在啊，反打回来踢掉氯芯，它就不带电荷了，可以接受啊？对啊，对，才会有。好，你们看清楚哦。我打上来之后呢，这个碳会带负电，氯在这边。那为什么它要打下来？因为这是一个正四面体的中间体，它要带着负电，让它带着非常不稳定。所以我这个负电如果反打回来之后踢掉它，它是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OK 吗？好，掉下来这个 chloride 呢，又会反打回来，反打回这个油中心，然后很神奇的，打过来它，踢掉它，所以叫什么？这时候呢，我的水热的时候才进来发生反应。再踢掉它，这时候得到什么？这就是化学，
跟你讲一次，没关系。来看哦，用笔的，不用拍的啦，画下来。你们看清楚哦，假面交叉法有一个共振式存在，它会让你的电荷有可能分开来。因为手里面的氧是带倾向带负电的，硫是带正电的，对不对？因为3.2、2.6。我遇到一个很好的交叉法，这边是一个很缺电子的中心，这时候我的电荷收的氧就打到了这个中心来，得到这个中间体。到这中间体呢，这是一个正四面体的中间体，带了负电荷，不稳定嘛？不能带负电荷吗？旁边有离冰棍，如果你没有离冰棍存在的时候，它就停下来了。可是又有离冰棍，所以呢，我的欧负打回来，踢掉这个好的凝聚剂，得到了这个中间体。到中间体之后呢，你掉下来，刚掉下来这个氯呢，反打回去，你知道你一定会很多疑问，跟我说这怎么说？冰岛这边带正电啊？算算看嘛，刚刚本来这个地方是带这样子，然后这个地方是带正电，所以本来就带正电啊，你要打过来本来带正电啊，一个流本来就是接，你可以去算它的电子数，它是带正电的。接上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流它是带负电的，我的氯呢，这个打上来 ，coron 打上来之后，生成很重要的这个 coron 的 CO 烧法的这个 zirconium ion 哦，带带正电的流之后呢，生成了 CO2CO。这个反应漂亮在什么地方？它第一步生成的中间体是什么 ？CO2 跟 CO 两个都是气体，所以这个反应是往一个不可逆的方向去进行。我一旦发生之后呢，就产生很多气体，产生气体代表什么东西啊？你的副产物会离开你的反应，所以这上特性告诉你会一直往上的方向进行，所以反应效率是很高的，对不对？因为产生气体了嘛。OK， 所以我答上来之后呢，我要生成一个。这个沙峰岩 ，Coro 沙峰岩呢，这个还有在这个地方，这时候还是一个好的结束法呀。这时候呢，我的这个 methanol 和 alcohol 才进来 ，alcohol 呢打到你的油的位置上面来，打到油位置上面来之后呢，生成这一个产物，预备踢掉这个产物。好，生这产物之后呢，我的碱进来，碱进来呢，我有可能去拔它，有可能去拔它。那我到底该拔这边的这个氢？你去想哦，我减弱直接把这个氢，我一样是拔了这个氢之后踢掉，就踢掉它了，是这样去产生这个。可是，一般呢，相信会是去拔后面这个氢，原因是为什么？我拔了这个碳旁边这个氢呢，旁边这个有是带正电的，对他来讲呢，它是一个 pKa 比较小的。况且呢，我拔走完之后这个产物啊，它是不是还有可能出现一个共振式？它是想要这样功能是存在，所以这个氢是很容易被拔走。被拔走之后呢，这个铂铜因为它缺电子，对不对？这个铂铜 transfer 到这边来，然后呢，这电子呢转过来踢掉这个氮氡硝烧板，也就是这个分子，这个叫做氮氡硝烧板，这个的沸点。也是非常低，在室温下都是气体的，它会跑掉。最后呢，就得到你要的全类的产物，所以整个反应又干净，效率又高。因为你的副产物全部都是气体，全部都跑掉了。就这原因，你要怎么分开？想出一个反应，做出一个反应出来，所有的副产物都是气体，全部离开。你的反应效率又好，结束完之后呢，产物就是只有你要的，品质是你要的。好，所以所有 CH 呢，到现在为止呢，还很多变形哈、哦，这地方会可以转变成别的，一样可以做类似事情的，那个试剂，但是这是经典，这是经典，好、哦，这是必考你的，这必考你的，所以请你一定要回去画画看，不懂就拿来考虑，要画画看。所以这整个反应发生的这个过程哈、哦，好。我们下一个礼拜回来呢，会跟你把这个阿克火呢会进行的反应呢，会跟各位介绍完。然后我们要开始呢，用这个用很快的速度跟你介绍十一家，为什么？因为一审没有什么反应好讲，烧板没有什么反应好讲。我们的下一章呢，是把 OH 的 H 改成是 R， 醚类的跟这个硫醚类的分子，醚类的分子跟硫醚类的分子呢
迷的分子你们就听过啊 ，ether 啦、THF 啊，这都是溶剂，对不对？它既然能够当溶剂使用，表示什么？它反应性很差，所以它没什么反应好讲。所以我们讲到后面这个章节的时候呢，反应很少，没有几个反应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所谓的 complicated binding 共轭的双烯系统。跟你介绍什么叫共轭双烯，从 pi 的 MO 开始跟你介绍什么，跟你介绍芳香烷，再跟你介绍芳香烷的反应，然后再跟你介绍醛跟汞的反应。好，所以回去把这个反应再看一看，有问题的话，下次待会我们再讨论它。好。